睡一下。下雨。现在在练，一定要过大侠了。对啊，还在一台饮水机啊。下雨。老弟标了一台饮水机，香葱笋的状态还不错，应该要吃饭。外观这还蛮 OK 的。哦，哎，打开就会漏呢。哈哈，你跟这边的，你快这边接起来。现在在南塘，这边有一家蛋香在这边。哦，那个灰。香蛋啊，蛋香蛋吧。那个南塘桥香蛋是平价啦，可是比较没有料。哎呀，那就给老婆我嘴拍一下我。拍你。也这样狂讲呀。就是没有底下就这样子。啊？嗯。拍一下我，好久没露面，最近在减肥啦。刚才要吃到淀粉了，哈，不要紧啊，我。我是我跟你一起吃的，还好啊。哎呀。两个人吃还好啊。对啊。要下雨。那边拍马路，人家会经过那个，我们就不要再走那边的路了。省个红点，那边爬坡啦。现在离加油站这里啊，要经过加油站，人家会绕那边走了。我们都爬一波，我再跟我先生同学，刚背一波。拍一下你另外一条路，下个八清路，下个八清路。啊，讲了，叶都在植物也来贵了，买虾米啊吼？嗯。我冇食白干的啊，我用白干好白干，这件可以。十一点半了，啊，这个八达楼子 ，OK， 八达楼子。看下一天个某人啊，然后右转，经过东宁九景路，你们是九景路，九景路，要拍一下记录。这边有一家玉兰旺，啊，还不错，玉兰旺还不错，玉兰旺有。头前，头前，二桥吧。头前。是头前吗？哦，比头前二桥。前面。我刚讲啊，二桥啊，玉兰旺在这边。哎，辣妹子，我问，哎，这间，这间，关注介绍的玉兰旺食堂。你看，差不多不白吃。差不多吃。哎，底下对我们问为辣妹子，哎，那这也不错，人家移到别的地方去了。OK。汽水行个啥？这一个汽水个啥？玩乐。啊？玩乐在这里。玩乐汽水。两位牛肉面不错，你就转过来。听说牛肉面不错啊，玩乐汽水很好喝啦，尤其年纪大一点喜欢喝，要喜欢喝那个什么梅子味的。梅子味。它的是比较。冬天的。纯天然。然后拍这段就好了，上大桥应该就不要拍了，记录一下这边。叫九景路哈，他问几件走捷径比较多啦，都会从那个麒麟山那边上来下来 ，OK， 嗯，因为还可以上坡了，我再讲那些从九。
边的、啊，你不想爬爬山就要绕过这边，这边也是有小坡啦，啊，只有这一段而已啊，这一段而已啊，嘛是经过坡啊，是讲是讲无遐远，没有这么没有这么长而已、啊。哎呀，走马拉松好哎，一到上坡就是走路了。然后这边也可以接过去啊，不会，反过来，这边也可以接去那个麒麟山那边，啊，这边就是那个龙虎山，岭姑拉山，岭姑拉山，这个虎虎路，别累去嘛，上次之前阿伯，阿伯通的时候行这条路的去嘛，行这条路行去那黄厝的去嘛，啊，还好吧，小心们很少走这条路哦，今天可以坠落啊，坠落！今天刚好风力太哈，因为我很忙。嗯。那你要搞久一点好不好？好。拍一下影像，好久没拍影像了，聊天的哈。嗯。我们就是一个路啊，对。嗯。然后个后头 ，OK。说有点妙香 ，OK， 现在不好吃了，我就不推荐了。零店啊，越搞越差。退步了。啊？退步了。快步了啦！哎，转过来看我开的，这边几乎哦，几乎很多零店都是生意最多啊，哈、哦，五名啊，食物最退步了，都这样子，几乎啦。所以讲哦，生意好，也吃够好食。品质也是要顾吗？有啊 ，OK， 到时候后头，从这边后头，后头这边一个后林的那个什么，那个有一个后林的那个一个那个在玩那个射击的，嗯 ，OK， 罢了，不想那个就要那个了，就要绕过来旁边的。嗯、好，有一间金庙啊，我啊后摆有留咧看伊看啊，遐金庙蛮蛮大诶，金门大桥，准备坠落啊！你看，到处都在坠落了啊！阿不然哦，阿不然，爬那个坡是比较快，缺点哦，你车子要马力。我这边沙沙泥也老牙签啊，看某天拉拉，所以看有时候下雨天我就不想拉了，因为下坡速度很快，你要挂档哦，那边沙，有时候宁愿绕一下。